赶紧开走。哎，问一下，这个车位上面有没有是有没有显示牌？这个车位？谁给你允许啊？来证明一下。负二这里呢都是固定车位的。那这里他在门哎，我想问他是业主还是租客？他是业主还是租客？这儿的业主啊，业主你自己不知道吗？你自己没车位吗？啊，你是业主，你没车位吗？你停在我车位上。老板，咱不要争了，先把车挪出来好不好？让车挪出来。我开出去，我今天不停这儿都行。把他们全部叫出来，怎么？现在明天三点钟，挨个打电话。为什么还没打电话？那不是您的管理责任吗？那不是您的。你先吧，先给我看看东西，证明这个车位是他的吧，就这么简单。来，这个神经病还要让所有挂车牌的人都要证明这个车位都是这个停车的人。来，大家都看一看。在前台能查得到，那弄是查不到。那弄过来查嘛。明天下班了。那没办法，那来，大家都看一看。在前台能查得到，那弄是查不到。那弄过来查嘛。明天下班了。那没办法，那我看到东西我才走。那我这我要跟你诉求吧。那要不然我怎么知道他？我怎么知道是不是神经病出来的？说什么？哎呀，这到底是不是他车位嘛？我看看证明材料，这个不过分吧？不是，你说我这个诉求不过分？这儿有没有说这个车牌对上没？对上没？对上没？不过分吧？我这么跟你说吧哈，你先说我这个诉求不过分。